关闭车门。我是公安列车长的1980年6月。怎么？6月19号。同样的，6点40分，说白了是10:40是中央香港北湖的村落。1:24，也开往基隆的维修村了，两列车。然后8:18，1:24开往基隆的维修村了，在双南驶进港口。以及4:40是将沿线港北湖的沿游。8:17，8:18，8:19，8:20，8:21，哇，4:40是在双南驶去了啊！哇，今天都被早上一次太光三个号码，三列号码这样，谢谢各位的，这样拜拜。